这里有两台2G Pro，我们分别将它放在这两个妙控键盘上面。这一个键盘是苹果的，官网2788的售价。这一个是我的，488，这是触控板的设置，各种手势，这不是一样的吗？这样也能赚到钱？这样也能赚到钱？ 现在各位还会觉得我这个键盘卖的贵吗？现在我们可以大胆的梦回16年 Pro 9.7的那句广告词：你的下一台电脑何必是电脑？